上海时间19点整，延安金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。全中国的同胞们，日本侵略者在我们中国的神圣土地上已经横行霸道几年之久，虽然我们的武器薄弱，但我们的军队不怕牺牲，英勇杀敌。当新锐战舰与革命胜利紧密相连，两进一，两进一，它的背后承载着太多人的期待。国产联盟，左旋民办，右旋民办，向海图强，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，是军队统帅念兹在兹的军之大事。让我们的军队强起来，奔向世界一流，这一天我们等得太久了。不明空中目标，信号跟踪不稳定。各雷达加高压，扩大搜索范围。是，各雷达加高压。电磁对抗正成为战局胜败的关键性因素，也是我们向强制强的努力方向。报告，东南方向目标消失，东北方向发现类似目标。这种无声的竞争，无形的比拼已经打响。各雷达都高压，现在做好有源无源的准备。报告，干扰弹最后准备完毕。报告，电子战数据加载完毕。申请舰载机前出查证。现代海战拼的不仅是一艘舰的战斗力，更多的是体系的综合较量。两进十，两车进十。王队长，清除20海里红包。战斗在延安舰，冲在航母编队的最前头，防空、反导、反潜、电子战，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斗，我们都在第一线。列装两年多，我们纵横两大洋，横跨南北半球，在远海大洋直面强敌，在战斗中磨砺成长。发现敌舰载飞机两架，引导距离，明白。我的家乡在泉州永春，那里流传着一首诗，诉说着海的另一边对故乡的思念。岁寒的时醉，冬熊是一张岁岁的邮票。我就一头，母也就一头。啊，现在享受是一湾浅浅的海角。总有一些人妄图将浅浅的海峡变成深深的沟壑。各队报告准备情况。无人机准备完毕。
电炮准备完毕，依次起飞。躲避雷达搜索，我们必须飞到极限，飞得越低就能将战友撞得更远。到达预定位置，按计划行动。根据侦察队员回传信息，现在由我明确作战计划。各分队于7:30完成一切准备。陆军航空兵部队在百万大裁军中诞生，在新时代改革强军中壮大，是人民陆军转型发展的缩影。超低空飞行，机架位置在 A 区，机架组，你机架位置在 B 区。检查成功。大家是否明白？明白。明白。行动开始。转型带来新生。插上钢铁之翼，完成了对战场从军事到服饰的转变。梦想的引擎在每个人心中轰鸣加速。随着便携式防空武器的大力应用，直升机战场生存受到很大威胁。我们在真实的战场里寻找胜战密码。前方发现目标，方位325。导弹来袭，导弹来袭，干扰弹，收效。无人机敌防空阵地，立即打击。目标锁定，发射。到达机场，各梯队立即行动。坐幺梯队明白。两路幺梯队明白。三个幺梯队明白。新的力量，新的变化，需要新的截击速度。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进入倒计时。我们在赶路，别人也在赶路。我们在奔跑，别人也在前方。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，我们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。等不得，慢不得，更懈怠不得。准备良好，听讲台接收。准备去。对。
接上级命令，我编队需20分钟内抵达目标海域，协同完成海空封锁。各编组按坐标进入相应战斗区。各编组准备接收态势推送。如果国内国外环境之准许，如果第一个六年计划完成了，如果上述两个六年计划都顺利的能够完成了，读着这一个个如果，我深刻体会到那一代人渴望军队强大但环境不准许的酸楚无奈。即将走过75年光辉历程的人民空军，乘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东风高飞远航，过去的一个个如果已变成空军体系作战能力提升的一个个成果。现在我们赶上这么好的历史机遇，有什么理由不奋起直追？有什么借口不实干苦干？报告指挥长，发现两架来袭战机，持续跟踪监视。报告指挥长，发现导弹来袭，方位舵54。一号，迅速回撤，快速下降高度，电子战飞机，增强干扰功率。歼16，迅速前出。沿飞机来袭方向搜索战机起飞平台。报告指挥长，对方未再次开启跑控雷达，定位失败。无人机前推搜索。现代战争打的是体系，而新式作战力量是体系能力的重要增长机。凭借无人机的能力突进敌人的火力圈，从生存率、战损比、消费比上讲，我们干的是有人机干不了的事。系统已完成数据处理，核准目标后抓紧上报。上百公里的跨度，找到并看清对方，我们通过全新的算法，不断升级的装备，情报获取能力不断突破时间的计量单位。大家都知道祖国的版图是什么样子，但很少有人能够描绘领空是什么样子。我们知道每一条线、每一片区域都深深地刻在我们脑子里，那是坚决不容侵犯的，我们都做好了这种准备。目标信息已确认，数量2，坐标已上传。收到坐标信息，轰6K发射反舰导弹。如今，我们的武器不再薄弱，我们的军队依旧英勇。回望延安，革命先辈为了胜利一往无前。眺望征程，延安舰的航向永远是向前，向前，向前。任何犹豫彷徨，任何踟蹰懈怠，都是对时代的辜负。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，进入倒计时。3年，1000多天，看似很长，实则很短。我们只有拼尽全力的资格，没有
懈怠躺兵的借口，唯有奋斗，奋斗。要坚持用党的奋斗目标鼓舞人、激励人、感召人，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，把广大官兵组织起来、凝聚起来，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，为强军事业艰苦奋斗、顽强奋斗、不懈奋斗。天心